大海又退潮了，小伙伴们快上车，给个双击，咱们去赶海喽 ！Go go go！ 这个寄居蟹不小啊，你看它又出来了，胆子有点小。这个鲍鱼啊，它这个壳有点发白啊，待的地方不对，一眼就能发现啊，还不错。在海草的底下，发现了一只漂亮的派大星啊，拿出来看看啊，带回去啊，做个标本。哇塞，手感还挺好哎，一只大海葵啊，给它带走，皮皮虾又神经了啊，我去，这得多大的马力啊，别折腾了。哈哈，哎呦，这大爪子！小水汪里又发现了一只小螃蟹，这个小螃，我去，我来，哇塞，这小家伙活力十足，好长的爬行轨迹啊！这是一只小泥螺，它的壳软软的，这个扇贝啊，它不仅肉好吃，它的壳还可以当做装饰品啊，收藏起来。来看看这个，保证过瘾！哈哈，准备好，开始！哇，解压神器！这个八爪鱼是要钻瓶子吧？要进去了。